滚滚长江，生生不息，璀璨新星耀世而至。世纪游轮秉持建设世界一流内河豪华游轮精品发展策略，耗资3亿，历时600余天，超过3000余人参与，全力打造世界内河超五星豪华游轮世纪荣耀。世纪荣耀邀请国际顶尖游轮设计公司参与指导，打造长149.98米、宽21.2米、重达1.5万吨、载客量高达650人，堪称世界内河之最，成为长江三峡新坐标。美轮美奂的水上之城，气势恢宏，破浪前行，开启内河旅游新风尚。荣耀之旅，安全随行，智能监控系统为您全天候保驾护航，排除一切后顾之忧，让您在山水间纵情玩乐。高级智能新科技，智慧生活新体验，精彩盛况一键同步，方便快捷，所需一切尽在指尖掌控。任何时刻，任何地点，您都能去感受那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。或纵酒欢歌，动感无限，或宁静养身，极致休闲。创新双层餐厅设计，特聘大师级名厨精心烹饪，以高雅氛围伴一流服务，释放味蕾，尽享饕餮盛宴。漫步甲板，与阳光为伴，亲吻一缕清风，晴岚远眺，看飞鸟盘旋，触摸一片游云。内外结合的餐吧设计，让您身处水上，游在岸上，奇妙无比。品一壶茶，谈天地壮阔，饮一杯酒，去畅快人生。聚一顿好友，在欢乐无限上千平米阳光甲板相逢，共享无边喜悦。水上之城满载缤纷，与您见证一段别开生面的长江之旅。创新引领变革，长江游轮95%的创新来自于我们，我们坚持革新驱动，领航长江，实现全球内河游轮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。世纪之舟，身披荣光，乘风破浪，耀世而来。